这就是黄金果，这么大颗。将纸袋啊拍开，这有均毫无大的黄金果，就定型眼睛了。这是国旗乡农民郭宗林用五年时间所改良完成的，而且这黄金果唔那是外观好看，品尝起来嘛，甲传统黄金果是皆真好食。甜哦，真的很好吃，很少吃到黄金果这么好吃的，很甜又很香。他们说这个是素食者的天然的维骨力，赞。吃了这样，真香真甜。很多个诶，捌伫这个两面三十六面两斤。这套桂农委会辅导柳丁会园所专做黄金果，郭宗林表示，当初有真侪农民对咧种，但是这款的水果无好照顾，佮搞工，所以坚持落来无几下。但是黄金果对健康真正袂歹，伊就是希望大家拢会当来品尝。拢无伊即个基因吼会突变啦，算讲你点子会突变，所以时间即、这个去改良过，改良吼即个当中吼。时间算爱足久诶，算讲哦，为着品质要好，就算讲爱时间吼，稍微食有安心。即、这个黄金果就是阮栽种拢无农药，算讲一年才一斤两斤，吼、哦、无用杀草剂。吼，拢用有机肥啦。这黄金果青食就真好食咯，不过农民嘛介绍大家伫热天加牛奶加果汁，气味真正袂歹，连囡仔嘛爱啉。这就是黄金果伊的果肉吼，本身它的甜度就是高的，它就是可以就是把那个果肉是加鲜奶，加一些芒果，可以提味，它打起来果汁就是有牛奶的香味，就提味很香，营养成分又高。目前郭宗林所栽种黄金果嘛进入盛产期，今年因为雨水少，所以甜度加真高，嘛真推荐食菜品种来食，听讲对骨头真有帮助。记者陈心长报道。